我先做个敬拜。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左前我向你来天，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你所欠我向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所欠我向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里所欠我向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啊，灵歌敬拜。带下圣灵恩膏，带下神的荣耀。提西拉拉萨勒勒勒勒勒勒，门萨拉拉西勒勒索勒拉拉西勒勒盖勒索，门西勒勒索拉拉西勒勒拉勒，门拉萨拉拉索西勒马勒萨勒勒。摩拉拉玛索西，尼萨拉索拉拉萨勒尼基萨勒拉，拉萨拉玛克勒拉，尼西拉西玛拉萨勒瓦西勒拉，拉西拉勒勒勒努。马拉索马拉拉拉萨勒勒，拉拉拉拉马萨勒勒，拉萨马拉勒勒，拉拉拉马萨勒勒，拉拉索拉，拉拉勒拉拉勒勒。啦啦嗦嘛啦啦哩哩哩哩，啦嘛嗦啦哩哩，那卡啦西啦嘛啦哩西哩嗦哩嗦嗦，嘛啦哩啦嘛嗦啦哩嗦，啦嘛啦嘛啦嘛嗦啦哩啦。马拉拉玛萨勒勒勒萨勒瓦空，拉拉西拉拉玛克萨，雷克克拉萨拉玛诺空，勒勒勒萨拉索玛拉须萨勒，涅金拉萨拉玛索勒，拉拉勒拉拉玛西，阿门。奉耶稣名，亲爱的耶稣，感谢咱们，感谢在清早的时间，我们来领受啊神你赐我们的玛纳和灵粮，来喂养我们的灵命。心嘛三加的果嘛可以啊，心就我想啊，不但肯定也去分析，我在那个话俺看，心嘛扩大，想要净化你们的心灵啊，不但肯定也心嘛深，那可的不我加的心也心心嘛深，心嘛可的心嘛啊，击倒你们里边的黑暗。啊，不担心西蒙科达是撒旦魔鬼在你们里边没有立足之地。啊，不担心能听见猫科在西蒙杰作，哎，魔鬼撒旦真正建立在里边的虚假的。啊，不担心他马克他马克他把信息们揭开人心里的。啊，不担心西蒙和神不通的。啊，不担心西蒙神马所立的标准。啊，不担心那克他一西蒙神神要掌王权做主宰。阿波的肯特安西玛，甚至多年被迷惑，
阿波丹心不知道自己活在哪里。阿波丹看宁德敬相，骂他与神为敌。阿波丹看天安心，心把神自以为是。阿波丹看天安心，骂他那可保阿克的安心，神今天真理。阿波丹心心把神都可能看他安心，安心保护。阿波丹看解开你心灵中一切的封锁。阿波丹能看他阿宝看他把安心心满，把他肯把你带到内室。阿波丹别看他安心，你心满神。那开他跑啊，开他跑安心，眼心阿德波他跑安心，心里安心，陷进你身上啊，心里所有的重担。阿波丹开他安心嘛，主说我这道路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不能到上帝面前。阿波丹开心安心嘛，库他嘛看，今天圣灵运在你们在心里，运在现场。阿波丹心信心嘛深，那开他跑啊，开他也心，那开他嘛开他安心心嘛，你会感到心里火热。阿波丹心你心嘛深。那看到保安信息嘛，阿多跑欧洲的欧洲欧洲欧洲，那看到信息嘛，那看到信息嘛，那看到保安信息嘛，滚，谁把你们从黑暗里解救出来？阿波丹心信息嘛，心欢喜灵快乐，阿波丹心愿将这个时间啊向主交托，那看到信嘛，看嘛看捆绑我们心灵，阿波丹听不进，到底黑暗全是，信耶稣哈利亚，赞美神，我国人民，阿门。我们今天呢跟姊妹弟兄分享是《哥林多前书》二章，奉主名读经。弟兄们，我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直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必照圣灵启示我们，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界上的智慧，也不是世上有权有位想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你们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前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是神依照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的深奥的事也能参透。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里，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堪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讲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看透他。谁能知道主在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阿们。这是保罗啊，在大马哥勒蒙光照以后，他进到恩典里了。啊，他有蒙招蒙呼召了，哎，他被啥呢？他照瞎了眼，啊，肉也照瞎了，灵也打开了，透过啥呢？使徒的按手，他被圣灵充满。从啊罗马书开始，如果写到这个，就是所有的书信都是啥？都是保罗啊，他是啥？保罗在经历中，
神把基督的奥秘向他开启，就是我们看到圣经啊，其实耶稣当时他偷着门头啊跟撒种，把基督奥秘啊，包括这个都有很多事情都有啊，就是他也传了福音撒种，而且啥呢，也讲出了啥呢，圣经里的奥秘。可是呢，人他讲的就好像框架，人听不懂。透过保罗他经历了啥呢，他经历这个恩典，保罗把他揭开了。如果没有保罗在书信里揭开，人却把这个这个律法和恩典混作在一起。因为保罗看着他经历了律法的过程，又经历了在大马蒙光照以后，谁要把他带到恩典的里边。所以在书信里说的，也保罗也说，说原来看为有义的，现在已经看对我有死了，就是他原来律法里走了一个过程。因为那时候他灵眼没打开，他就是一个啥传统的啥守律法的，而且啥呢，他是个律法师，就是他对圣经啥旧约圣经非常通透的，但是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不知道神在做啥，他看的是啥呢，他用头脑去来讲，用头脑去实现神的话，他里边和神不同。当他被神光照以后，他属肉的这个眼睛，看世界的眼睛，知识的眼睛就关闭了。因为神是光，我跟姊妹在教堂，什么叫黑暗啊，我在经常跟姊妹，就是始祖犯罪以后，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神离开人，人肉眼打开了，活在己的里边，人的思维情感受魔鬼撒旦控制，这叫黑暗。所以人在这里活着，他是很，他是不认神的，他和神不通的。所以神颁布了律法，神颁布律法目的就让人看到人软弱，要等候基督。因为人不知道是根源，所以这些年我们的信仰都在外面信仰，导致我们这些年呢，就是走了很多弯路曲路。不是我们这些人不对，是我们一个真正认识像保罗这样的啥呢，一个明白福音的人。保罗也是原来从他也在律法里活的，他也不明白。因为人生下来，圣经里那个罗马书说没有一个明白的，都偏离了神的道路。因为当始祖犯罪啊，人和神不通了，根本就看不到神的道理，人被撒旦魔迷惑的话毒化了，不在我的里边了。当保罗在大马蒙光照以后，他肉眼光密了。那有些人说那光，那是他怎么就这么有心，这保罗当时啥心情啊，是为啥他就那头脑中他都废了呢？所以这就是啥，我们必须得经历了，我们才知道保罗在说啥。就是原来我是也是有头脑人，开始我教会那时候都是啥，活在神迹里边，活在律法的标准，像婴孩一样，但不知道，还认为自己信得很好，里边根本和神不同。啊，所以这些年呢，就受了很多痛苦，撵了很多年鬼，把鬼都撵家去了，把自己撵了一身病。这鬼是基督来做事的，这是灵界的事儿，好像我们给神做了很多事儿，你得顺服圣灵，你得配合神，是神做。所以这些年间呢，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啥呢，都像婴孩一样，
啊，就是做了不好不老工作，所以也受了很多伤害和痛苦。保罗他遇见光以后，他里边这个肉眼关闭以后，他的思维改变了。神是光啊，在光里没有黑暗，这个黑暗遇见光以后，他光这黑暗里边在里边就废了。所以现在很多姊妹啊，当听到我做福，特别最近啊，这个祷告啊，付出了以后，他里边就空了。啥原因？因为原来我里边也活在黑暗里，神透过这一系列的啥，这个环境，让我遇见神以后，我里边从里边走出来。你看，那我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也糊涂。所以有一天，当我听到我真正的属灵牧者把我带出来，我遇见了。当我听着道以后，我遇见神。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律法是啥，根源是啥。那是我听了道以后，开始我听不懂，闹头睡觉，头疼，折腾，和我以前领受的不一样。我头脑够不上。圣经里明明神做，可是我做您，我也不知道上哪找启示去。明明说是启示，可是我就看不到启示。我还跟那犟嘴，我说那神不启示，我也不知道啥启示。可是有时候我们认为我虽然有能力啊，这叫启示了啊，我有能力我去做神的事，我那个时候我没启示你。其实都是自己把自己也骗了。让谁骗呢？都让不明白老师骗你。说我们也这一年也骗了很多人，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活在哪里。保罗在大马士革广场以后，当他脑脊倒了以后，脑脊被废了以后，他就看到了自己。光不进来，你不认识自己；光不进来，你看不到自己。因为今天这一年间，我们没有真正遇见啥，像保罗站那个老师，他带着恩膏，带着权柄，带着生命，导致我们今天都和他圈在律法的里边，一错了这一年。另外，耶稣是祝福的源泉，他在十字架在2000年之前他已经成了，问题结束了，咒诅解开了，人进到祝福里边了。可是我们没有进到祝福的里边，活得非常痛苦。明明是，你看耶稣赶鬼，可是我们呢，天天赶鬼。我们不配合神，那灵界是我们解不开。为啥有时候我们在赶鬼说感觉暂时好了，后来他又不好，那鬼猫去就玩弄你，耗费你，消耗你。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天天撵，天天赶，因为神他要讲他的话语，圣经给我们，他是给他做见证，让我们知道如何归回去。他是个主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如果不记着我不能到上帝面前。我们这些话经常讲并不明白，你看那个圣经里约翰福音说，太主要道就是神，就是光，光来解救黑暗。我们都在论，在喊说太主要道，神就光。我们在讲的是书面里的耶稣，是讲天上的耶稣。神今天让我们见证我们里边活着耶稣，只要透过我们活着的耶稣，见证我们心里的耶稣。我们却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当耶稣和撒玛利亚人才闹的时候啥，他说你们敬拜时候到了，你们敬拜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山，而敬心灵城是敬拜。说啥？是指出了神在哪，神在你心里。可是这些年因为我们没有真正预言，我没有得到，或者我们里边得到了我们不明白，我们被捆绑，仍然活在这种捆绑的里边，就是靠自己的思维
做神的事儿。一是没有，第二是被骗。把神放在旁边，我来做，结果做了有一天人走投无路，人到尽头了。你看看，本来是道就是神就是光，是道基督来解决。为啥咱们这人需要才有脱罪呢？谁要透过我们把道传递出去，说我们里边活出去。透过我们去传讲，帮助别人。你看为啥谁要搞这个这啥亚伯拉罕，要把亚伯拉罕从本地本座富家必要带出来，完了神赐福于他。你神没在他家乡赐福他，必须得离开，就是首先得把自己离开里边的啥呢，偶像，就是离开里边的人的背景，对吧？神才成为他的背景，是神赐福于他，而不是你天天求福。神要把他带到迦南地，到迦南地还得要征服迦南地。今天神把你带到内室，所以才需要征战过程。所以这年间我们天天的喊喊神呐、啊，喊圣灵，不知道神在哪里。所以我们信仰，就为啥我们看到圣经喊的和实际生活中我们脱节，好像这神的话的不和我一致呢？我咋喊着和我不一致呢？就是我在里边和神没发生关系。当你真的发生关系，你活在圣经里的以后，你就知道神在说啥。其实这一年呢，神一直在透过环境对付我，我们不明白，我们总想帮神做点啥解决点问题，我们却没看到灵界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中他扮演的角色。咱们总想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不错，那神既然是全能的，为啥不给咱们解决问题？圣经说在人不能在神全能啊，是神创造宇宙啊。那魔鬼他再有能力，他是受造之物，为啥魔鬼不倒呢？为啥在我身边，在家庭总是在翻江倒海进来作怪呢？这都是有原因的，原来不明白。我们做了很多人人的努力，也找了很多人，找了很多人，因为啥呢？你没真正找着一个啥像保罗这样的明白福音带着恩膏的人。如果你今天咱们里边是基督的话，黑暗魔鬼他在你家里存留不了，待不了的。因为你里边不是，这些年咱了找了很多人，都是在满足我建造自我，没一个真正把甘愿的问题解开，没一个真正在福音里完全和神恢复关系，完全和神配合做事。一个真正被做神做事，一定有呼召，有啥呢？有启示。呼召他不是一次呼召，你看那个门徒也是，他不是一次呼召，都是啥呢？开始呼召他，开始啥呢？训练你，对英他就再次啊，当有一天神使用特殊呼召，哎，开始做事去了。头一次呼召神叫装备你，第二次呼召啥呢？开始啥呢？就是宣教了。你没有呼召，他怎么去？神怎么去负你责任呢？当神把你呼召的时候，神他一定要负责任。你说现在很多怎么样？他不知道啥叫呼召，就是大发人心做事。明明里边没有，自己冤小，谁遭罪自己遭罪。有时候，因为我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其实高军跟你们，就是为啥神要感动我这个时间跟你交通呢？就把这个人里边的事揭开，从我的失败这一年所经历，你看也是啥呢？你看那保罗，在今天讲的啥呢？就是二章了，他是啥？他是蒙召以后，这保罗在经历中，
他看到神在他身上做的事情，把他所经历的和姊妹的分享、弟兄的分享，和他能蒙恩的人分享。他带着恩膏，带着权柄，也是他同时在经历中，他和姊妹在啥呢？这所有的信徒在分享，包括我也是，都在经历中，神让我醒悟，都在共同成长。我也不完全，也不说高弟兄你讲的完全对。其实咱在信耶稣里没有对错。你说世界哪有对错？啥是标准？你看在没改革开放之前大爆红，你看在那以前的阶段呢，那反对搞资本主义，你说那时候错了。你现在呢，可是又改革开放了，你又进入啥呢？包产到户了。你看现在又对了，你说哪有对错？所以说今天啥呢，在基督里一样，咱们讲道好，为啥保罗他讲的是不用高安达志呢？他是顺服圣灵在做的事情，就把这灵界事把你里边事揭开。他带着恩膏，带着权柄来，不是跟你论对错。对错因为道德标准，有律法的标准论对错。咱很多年呢，就是在对错上讲，讲了这人对错，结果发现自己吧，论了很多年，哎，论的两个脖子粗，结果啥问题没解决。高弟兄来的这平台也不是论跟姊妹打胜仗论对错，其实我有感动和姊妹分享，是帮助你，而不是跟你论对错了。你看，你说论完了自己后悔。就今天以前我是比较较真的人，现在我发现有的人他在要论，就那天一个在当街的时候，有个因为我懂的医学啊，他就说这个多玛辛，说这玩意儿吧能治啥，一般的这个癌症啊，这玩意儿是毒非常大。后来我们屯的人问我说，你咋说他是多玛辛呢？其实那药书上和啥他这里他有个标本，那你说谁能证明他是多玛辛？那就像说你是人，谁能证明你是人？所以说这都是这就没有钻牛角尖，你就不能啥呢，把这事情看死，咱们不能过于较真儿。所以说咱们得啥呢，顺服神，听道。是其实无论那个哪一步的，就是他把道领错了，他也是一种爱，他不明白。如果他明白的话，他也不那么说。其实都是他热心的互相扶持，但是如果要都知道的话，他就不会今天两拨粗了哈。所以都是啥，都是彼此之间啥呢，都是为了爱，因为爱过了，这样导致彼此之间就产生纷争。感谢主。说圣经里说，说弟兄们，我从前我们在你那到你那里去，并没有用高压大阵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点只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实十字架是咱整个圣经的中心，你离开十字架，你这圣经你就啥，你就跑偏了。十字架就是啥，就致死牢，这就是福音中心。始祖犯罪以后，人就产生了老我和神不同，与神为敌，这就是问题。因为这个我神要灭掉的，神这一年间哪透过家人哪不信的账不信亲，一定要灭掉这些的。为啥咱们走了这年弯路呢？为啥这个问题解不开呢？这个灭老我不是天天啊就是总让你受痛苦，而是今天神透过他的复活大能，今天让你经历痛苦，是让你寻找真的。神不是今天总让你过着刀尖日子，神透过道来解开你身上的捆绑。
希伯来书的四那四章里咋说的？说神的道是有功效的，他能抛开。这骨节骨髓里边的事情，都就是这些东西都能辨明。人在上面都是彻头敞开的，说今天神透过道要解开你的捆绑。这个十字架不是专门在外边透过的环境天天就对付你，而是啥，在你心里，神把这个十字架活在你心里，要治治你的想法。为啥睡不着觉？就是因为咱里边有捆绑有想法，十字架复活大能进来以后，有征战了以后，里边也不平安，一天半天的，我里边平安了，证明里边神在里边啥做事，在里边征战，哎，把你里边这个灵界，这就是苦毒灵啊、仇恨灵啊，倒了，你也平安了。最近两天有几天，这些姊妹说有要出现啥啊，有些疾病啥的。你遇见光了，黑魔鬼他也不让，他来攻击你，蒙来攻击。因为神在你里边，你靠神得胜。有的人说以前我要靠人，靠上哪靠神？你里边有神了，你一定能得胜。有的人他里边没神，完了还靠神得胜，往哪得胜？所以保罗他蒙了点神，把他十字架活活在他心里。因为你不明白，神就透过这个环境，为啥你越做这环境越大，越做越环境不出现问题，神就让你醒悟。你里边说明告诉你，你里边和神不通，有的很多啥理性代替了神，知识代替了神，听了很多道。同时在听道的过程中，因为你不，你人没有分辨。那有的人说你得有分辨，其实哪有分辨，他都没得释放，哪有分辨？神就透过牧者讲道，包括啥呢，释放。有一天圣灵进来以后让他醒明白了，他有分辨。有很多姊妹弟兄在给别人在释放，说你得有分辨，有啥分辨？他知道有分辨找你干啥，他就强制让他有分辨。哪有分辨？他有分辨的话他就不找你了。如果那患者他会看病的话，找你大夫干啥？所以这就需要咱们做一个仆人，哎，得有分辨去。你有分辨，你才能，你像这个给人的大夫给别人看病一样，是感冒，他又是凉感冒，有热感冒，你凉热都不分，你就这打吊瓶，慢慢把人不治死了吗？所以说，咱得有分辨。咋有分辨？圣灵进来才有分辨。有的人说我怎么没分辨？你没让，你不里边不接触圣灵，好像你很做那给月神做了很多事。原来我也是这样人，自己没分辨嘛，还啥自己没什么有。在我经常和姊妹在交通时候，我们以前这个牡丹江来一个妇女山楂住西过来，她很属灵，但是人家知道，其实我那阵儿用那一边缸子，人家跟我说我们这嘎子没通声，我就不服气，我说我们的一边缸子你咋说没通声呢？那我发你通声怎么这行为没改变呢？这心也没改变呢？啥都说呢？跟世界一样呢？你里面有基督生命，他活着像基督啊。保罗说我活着像基督啊，那你怎么没基督味儿呢？哎，所以你醒察一下子。又说咱被啥迷惑了呢？被恩赐迷惑了。我见我原来我们这啥有一项有医病赶鬼能力，以为这就是生命了，以为我在活好了，我在信耶稣了。但是我和那个女的还闹半红脸。后来啊让我醒悟了，原来他说的很对，是我里边根本没活在神的里面，就是啥，就是在活在律法的里面，论对错，完全活在己的里边，跟人讲理呀，对错呀，跟论呐，你为啥呢？自己有恩赐了，
就啥呢？就有生命了，感谢主。所以说，当我明白这一点以后，后来我就醒悟了，我说感谢神呐，这个姊妹把我敲醒了。那时候我还一直跟打胜仗似的。感谢主。所以神呢，因为咱们有时候不醒悟，你看当时巴兰他不醒悟，神透驴向他说话，透过动物向他说话。所以说有时候啊，咱们认为自己很聪明，认为什么都懂，结果呢问题解不开。所以啊，这让咱们去醒悟。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不操心，那路易已经堕落了，那他咋干扰不到亚当夏娃呢？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保护他，他过啥你把那日子生，这就是根儿。那如何就恢复这根呢？那就是啥呢？遇见属灵的人，从神来的人，带着恩膏，带着权柄，你得遇见这人，你才能灵里得释放。耶稣他是带从神的来的，他啥呢？上帝本体真相，他和圣灵在他里是毫无拦阻，神咋说他就咋传，这叫器皿，叫管道。今天神使用是器皿，是管道，不是你要做啥。我经常和姊妹交通，神使用器皿管道，原来我还认为我是器皿管道，现在后来我发现我这年竟当主人来着，我带你神说话了。你说你坐在宝地上坐上带你神说话，因为你是老二，你非得当老大，那能让你消停吗？那今天让你受痛苦就让你下宝座啊，你别再当老大了，让神当老大。你不肯当老大呀，你不想下宝座呀，哎，你总想在宝座上自己做王，哎，神就偷着苦难啥呢，就让你下宝座呢。别以为这环境啊，十字架，其实神在你，十字架在你心里呢，知道你思维的东西，活在你心里。那加拉太不说了吗？书里不说了吗？十字架活在哪儿？活在你心里。为啥姊妹有很多意念出来以后一半天他就平安了？这就是十字架复活大能，复活大能是在里边，他制止你里边的标准，制止你的想法。神把这个耶稣说主的灵在我上，他用膏膏了我，让我传福音给贫穷人。那贫穷是你心里贫穷，因为神说虚有福了，人神把你带到尽头，你这边什么都人绝望了。一个是绝望人，他是需要神的人。这恩膏进到你心里以后，首先你心里得释放，心里和神恢复了，你的灵界解开了，物质界就解开了。现在咱不明白，咱只是在想总得在表面解开，心里和神不通。其实啥呢？你心里和神恢复关系了，你灵界就解开了。这些年间呢，被许多人误导，都在外边为了满足自己那点事儿，天天一病，天天干鬼，活在恩赐的里边，里边和神不同，神就兴起黑暗权势，魔鬼天天攻击你，家人的攻击，儿女攻击你，就让你醒悟，你不醒悟，就天天敲打你的脑袋。所以这就是啥？今天呢，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去行。明明是神做事，我们非得代替神。那神在哪儿做？感谢主，神就透过你活出来，让你传福音给别人。现在很多传福音，他传错了咋呢？他就以为让人别人明白一宣告还别人那个还有啥撇了，这就传福音了。真正的传福音，神透过你把基督传给人了，把生命传给人。保罗是传生命。
你今天要传的都是生命，你首先你活了才能让别人活。你老几耶稣，耶稣通钉十架了，你活出来了，神遇见你的人他就活了。你没活，我还怎么讲救别人？你一身一身事儿，一身一家事儿，哎，我不传就活了。人家神告诉保应保罗，他有托付。神今天当临到你的时候，神啥时候向你说话？你里边啥？你下宝座了，神才能向你说话的。你说你一天嘟嘟嘟老说，那神咋向你说呀？你心静不下来呀。所以这些年间，我也被这恩赐欺骗了。我们教会不但有异象，而且啥呢？还有这个话语带领啥的，有时候很多都外在。所以说这些年呢，神就透过着外边的环境，就包括魔鬼撒旦的工具。为啥你把鬼赶家？神就让你醒悟，你灵里和神不通。就这些年，看这个牧者好，那有能力，那牧者去抓那些。啊，上年一个姊妹啊，她在教宗庄，她也很好奇，也抓了很多，也就是接触了很多牧者，结果问题没有解开，仍然陷在那种问题环境中。其实圣经本来信耶稣是很简单的事儿，结果人信麻烦了。谁整麻烦呢？老师整麻烦的。当你真的去醒悟明白，它是个简单点事儿。信的啊，环境还多，老虎背着呢，老虎背重担啊，到处学习，结果学了半天嘛，还没结果。最后啥呢？我不信了，还不是世人了，人世人没干啥坏事，一天一活挺好。我这信了这些年，家里净事儿，绝望了。那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是战惊，我说话讲道不是用智慧为软，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你看啊，他是有裁判，有他里边，因为神把圣灵活在心里了，他受圣灵的裁判，有神，他被圣灵高了，他有父，有神在。首先他老几死，他神从里边活出来，有外在的恩高在他里面，在他身上，他有全命能，有裁判。为啥说他还有恐惧战兢呢？因为他也在生命成长过程，因为他在律法标准，他不软弱。那今天咋还软弱了呢？光进来了，光进来以后，他一个，为啥保罗他夸自己软弱呢？他是越看自己软弱，他越需要恩典的人，越谦卑的人。当你真的遇见光以后，我越来越衰微了，我越来越变小了。你看你现在发现你是越来越变小，你是越变得越大了。你变得越来越大，你人出问题了。所以说保罗他遇见光以后，他啥呢？把基督立起来，像约翰说，他遇见耶稣以后，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看你衰微没有？你要没衰微，就说明你还在宝座上坐着。为啥有时候姊妹我说你们先停停？其实高定说跟你说这啥是好事儿，不是今天我不让你说。其实你这些年都被是啥呢？就是高举的人把你害了。为啥我给别人的那啥释放的时候，我说我是啥？不是顺您说好话。我不是大喜哥，这一年就被大喜哥说好话的拖着你的，把你举着把你害了，你还把他当为朋友。我经常跟咱们在教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你尽管听好听的了，拖着你的，而且啥呢？举着你的。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嘛，有时候很多姊妹和我有些个不愉快。但慢慢他会生出感恩来。
真正的朋友他是对你一定有刺激的，他是要促进你啊生命的长进。你看父母有时候刺激孩子，有时候呢他打孩子，他是为了帮助你成长。一个真正惯着的孩子，最终孩子不成才。父母都是把你的弊病给指出来了，完了帮助你成长，你知道这个弊病出现让你改正，你才成长。可是就像那修腕子似的，你要你老掐腕子，他能接触多很多啥细肉多过，你要认他一样，可是哪次不解瓜。所以我们今天就怕啥，就怕修剪。你看神说你们啥呢，是知道我是葡萄树。你看那神得要修剪呢，你不修剪它净长叶子，净长枝，净长啥水腕子了，它就不能结葡萄。那我们今天得接受神的修剪。所以有些姊妹啊，弟兄啊，他经过修剪，当时很不高兴，到我这儿来，有时候我神托我在啥归正他，当时很不高兴，我发现不高兴了，脸一红了，我就走了。为啥？我就知道他里边啥产生冲突，人都有个脸面，你把他里边揭开了，你把他那个小尾巴，露出来了，你给他剪掉了，他不痛。我发完以后，他里边挣扎，马上走。我不跟他征战，我不跟他纠葛着。当他一天一宿以后，神光了他里边平安了，啊，这丁我错了。你看这就长进了，你别当时你跟他再继续啥，跟他犟。因为每个人他都有标准，他活在那里他就说那话。那保罗说我活着就基督，他就说啥神的话，因为他就活在那个标准里，活在那个啥那个空间里，他就说这样话。所以今天神透过外在的环境来对付你，就让你醒悟，他不是恶待你。为啥鬼不走？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不受魔鬼的干扰，他魔鬼撒旦他堕落了以后，因为他没管。当你和神恢复关以后，那魔鬼在你家里他就退了。你看你天天拿着肉体天天赶鬼，天天和鬼干，那鬼能服？那神不管，那鬼能服你？有时候我们暂时看着鬼吧消停，其实还是骗你，你就认为对，完你继续钻，有一天他压着你。你看今天你蒙了恩典以后，你看你发现这鬼也在攻击，但是啊，这是一个得胜的路，这就是一个啥呢？当你里边蒙了恩典，鬼一定他不让你，他猛烈攻击你，攻击你，这在除掉里面黑暗的过程。至少你走直道呢，你别看说现在好像有点病了，但是你跨越这病，你是进入得胜里边。就说你看，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你看就是啊，不是你把这圣经啊讲的多么新鲜，啊讲的怎么，而是啥呢？多么有道理，让人听得怎么好。而是用圣灵大能嘛，神透着话语把你，他神透着话语你带着圣灵的恩膏和权柄，来揭开灵界的事儿，把你人里边的事儿，包括和神不同的揭开，如何把你带回来和神恢复关系。保罗原来他是通晓圣经，他是拥有智慧啊，拥有旧约圣经那些个啥，他把他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他没有一个把一个人都带到基督面前。因为在律法里只能使人越来越软弱，所以他明白这一点以后，他就啥呀？他就放下了，他经历过，他遇见光了，遇见光以后，他老几衰微了。这个衰微不是他自己就能衰，是神使他衰微的。有很多姊妹说，哎，那咱们这悔改，那人你不靠自己能行吗？你看你靠自己这些年的手艺吧，你越改越有的人姊妹祷告主啊，你给我忍耐，发现越忍耐这个丈夫妻子越气你，你不要忍耐吗？那咋祷告对呢？你说主啊，我没有忍，在我里没有忍耐，
把你放下，我没有忍耐，就我没有能力胜过罪，我没有能力胜过罪，胜罪是基督。你把你自己降下来，神做事，这样你就进入平安。你越要忍耐，你越忍耐过了，越要忍耐，就说明你把你的力前，你有能力，哎，你想胜过忍耐，你越想胜过忍耐，你越胜过去。啥叫谦卑？谦卑就把基督立起来，把我放下了。那所以不能保住啥呢？我又甚战惊啊，又惧怕，又软弱。首先，他自己看到自己软弱，才能看到别人才需要拯救。你说你今天站在高位上，你什么都不软弱，什么都行，那你就站在那高位，你就靠着你就教育人。当保罗他看到自己又软弱又惧怕又是又战惊，就说他时刻时刻的需要神护卫他，需要神拯救，需要神与他同在。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啥需要神怜悯，需要他啊，他不是靠自己了。你今天你要里边不被神打倒，你就是不是需要神的人。所以今天神透过你不信欺诈，就把你打倒打软弱了，气你，为啥气你？气你就消耗你。摩西在旷野是4年时间透着羊把他气的，不得把他气个啥不是？因为他原来也是学历非常大的人，透过4年。娘把他倒就成你啥也不是，脑弱病残了。所以今天神也是，为啥这还人加着还神不挪走？就是因为你没有悔改。那说咋悔改呀？把自己放下，听道。真道进来了，你里边就空了，下宝座了。很多姊妹最近他，你看，无论他是多么高大，而多么聪明。多么有智慧啊，怎么会说，而且多么有魄力，只要你接受这恩典，它里边就空，啥空到啥程度，我里边的想法没了，我本里边的标准没了。像林子说好像有点变傻了呢，不是变傻了，而是啥呢？你里边那个智慧被谁废掉了。原来你本来可遇见事就生气，遇见事就较真，现在不较真了。我没有能力去做事了，发现我越来不行了，我都不敢讲话了，我都不敢讲道了。为啥？原来我可胆可大了，啥都敢干，现在发现我越来越胆小了。这像保罗说，我又震惊又恐惧。为啥？遇见光以后，我立不住了，看到自我了，我不能带领神，我不能荣耀神。今天之所以你还能到处现在还这么能论，就说明你还是里边还活得硬，那咋做？服下来。所以说神透过我呢，是帮助你，而不是跟你较真，也不是想站在高位上教训你，就是让咱们都共同的啥呢，把人带到神，透过共同的把人带到神面前，都是共同悔改。保罗他，你看保罗没他用，他站在高位，他心里，他看自己软弱。当一人能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他首先认识自己，咱们都一样的是人。当你看到自己，也看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人，没有可夸口。圣经说没有可夸口，那咱就是一样。你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这人他也是软弱的啊。你看到他为啥这样？为啥他骂人？为啥他犯情？就是他软弱，他胜不了罪。这样你就不能说啊，你为啥你犯情欲？啊，你为啥告我三儿？为啥你看别人的福音好你就老善呀？为啥他软弱，他没有能力胜过罪。因为你看不到别人软弱，你总哎呀啊，你那眼珠都要掉出来了，你不能这么样啊，你咋这样呢？就别人那老娘们好，感谢主。为啥？就是因为那软弱，他没有能力，他里边有恶，有捆绑。你像那啥，耶稣遇见那耶律夫人似的。你看那法利赛人依然要定这个耶律夫人罪，要啥用石头打死他。但耶稣说：“你谁不犯罪，你用石头打死他。”
神就把他里边的事情都揭开了以后，他都走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耶稣来是赦罪的，他就是解决罪的，因为就有罪在里边的捆绑，他没有办法不由自主。为啥人睡不着觉？有罪在里边捆绑呢？为啥他犯情？因为有罪在里边捆绑，你解不开的罪，你就天天让他硬让他悔改。首先神说啥呢？你想从看别人眼中有刺，神咋说？说你不要老揪着别人啊，首先你要把自己的眼中梁柱去掉，再啥呢？再拔别人眼中刺。你总是在揪着别人看别人眼中刺，你没看你眼中梁柱，你老揪着别人让别人悔改，因为你却没悔改。保罗他遇见光以后，首先他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柱，他把自己眼中梁柱拔掉了，他在看神呢，这梁柱咋拔？神他遇见光以后，他梁柱被折断了，里边空了。哎，他越看自己越不行，越看自己越软弱，越他看自己呢需要拯救，越看自己没有可立的。啊，这样啥呢？他才能够啥？他能拯救人。如果你今天高高在上，啊，你这也软，这个也这样，那也是那啊，就你是啥？就你是个那个啥呢？你能荣耀神。其实有一天你不能夸口吗？你净说这个这么样那样，我天，这魔鬼就这专门透过你这个透过这个你这破口钻进你里边。有一天你说别人犯淫乱啊，一天净瞅别人对吧，有一天这鬼就钻到你里边，让你有一天你胜过去，你比他更软弱。这时候你说主啊，我错了，我不敢说了。这时候啥你才能闭嘴？很多姊妹都是夸口，当有一天他尝试以后，他说我比他软弱，主播我错了，那时候才投降。因为我这人以前吧也是蠢，道德标准很高，也是有知识人，也是有一些那种传统内向，对有些人我看不惯，神就透着环境让我尝试了一下，这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原来我比软弱还是软弱，净靠这个人忍耐那忍耐，发现我有一天我什么都忍耐，一分钟都忍耐不了。你不看到自己，你专门拿着自己标准瞎忍。这是怎么能够啥真正从我里走出来？首先啥呢？服下来。为啥当年法利赛人那神那么强那么有能力，为啥法利赛人没得医治啊？因为他们没有服下来。神说我愿怜悯谁愿意我怜悯谁，愿恩点谁恩点谁。那圣经说有病人用了有病用不着医生，我是来救病人不是灭人。虚灭人有福了八福了，你得需要点，你不需要神把你放下。神说在信的人身上凡是病有神迹奇的伴随。你看这亚伯拉罕神应许了给他孩子，他那行为他不信呢，所以说就一半活不给他。咱们就像啥说你那你马上高举祷告马上就成，因为现在你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是开成的神迹奇事婴孩去了。有时候姊妹讲，哎呀，我那弟兄祷告的不成啊，没实现呢，灰心了。他祷告不好使，我再找个啥呢？找布姆康啊，或者找这个金曼尼。结果有的不少还到以色列人去啥找这些啥呢名目去祷，结果花了3000000块钱回来还啥也没给你。为啥？咱们信的是一个神，神知道你里的状况，神在你身上有他的计划。如果今天咱们信的是俩神，那你指定是啥嘞？你这你到以色列那神和咱们神不一样。为啥那血肉夫人12年才得医治你？因为那12年干啥？他给他努力的，他不破神不通。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像学了夫人似的，到时候动用人的吧，这没错，因为人他有自己标准，自己想法，这也是倒空的过程。神就有啥，人在等候。你看神是全能的，神在一无所有创造天地，那你什么癌症什么烂糟糟病，那神能不医治吗？那为啥神不医治呢？就是神让你服下来，神是全能的，神透过这环境，为啥给你这么大的环境呢？神使用器皿不一样，没有这么大的环境打不倒你，有的呢就一点小环境脸就拉了下来，有的你看那约伯到那大伙，约伯就是他是啥，有魄力，有这聪明，天然性的，有能力，智商高，心还大，没有这么大的环境把他打不倒他。那是假的，神必要揭开的。那为啥约伯神给这么大环境？你假的必须暴露了，神知道你里边假不假，所以神就透过你啊，透过黑暗权势一个环境环境，最后把仍然把他打倒拆。有的姊妹说，为啥他经这么大环境？就是因为你不倒，神知道咋对付你，目的就假的必要拆回来，假的必要倒塌了，假的必要拔出。为啥要升温？就是因为你能挺，你意志强，心大，假的要必要揭开的。有的说他那环境那么小，你也没感谢主，他一点小环境把他打倒，脸就拉了下来了，承受不了，因为他就嫩点能力。所以啊，不同的人给不同的环境，目的假的揭开，假的打倒。所以说神不给咱背不动的，这是啥？神要造就咱们，因为神要拆毁人和神的隔墙，神就动着环境，把人里边东和神不同的要拆毁了，和神恢复关系。不同人有不同的办法，所以高弟兄讲到时候没有动啥呢？技能。就像今天咱们每个人的病是一样，是感冒，他有凉感冒、热感冒。你也问我你得号脉，你看看实际情况，你不能啥，你见着感冒你就打消炎药，你打消炎药中但是把只能治标，你比如说你要专门用一样药，可能最后把人治坏啥人，你不明白他的发病原理，但你把发病原理找明白了，你才帮把病治好。今天咱这年也是因为神让你这一年咱们都在啥呢？外在上，哎，抓了这年没把这个根源的问题解开，导致你这一年吧就活了这痛苦这一年。保罗他明白了，保罗为啥说我不知别只是耶稣钉十字架？他知道这个神要让你得到的啥，让你啥，就是把你老底自死和神恢复关，把基督给你，这就是根源。基督是一病干东西，他是全能的。你里边不是基督，哪有全能啊？你里边不认凭耶稣基督，你的人生问题咋解开？我们都想抓点恩赐啊，抓点外在的，结果把你霍霍了。你真的要服下来，听到你里边空了，神立下了，家里不平安了。不然的话，你天天征战，天天干戈，你说是越赶家里越乱。因为神不立肉体，他废掉肉体，废掉你的想法。可是你天天立，天天倒。所以这年嘛，都被啥呢？哎，就是假冒为善的啥呢？哎，老师啥护了？为啥？这年因为都不明白，都偏离了几，哎，偏离了神的路。包括我过去以后，也一样。神现在把我带领出，不是谁不好，因为都是被骗了。如果以前咱们真正能明白福音，何必这稀里糊涂走了40年，完了受这一年痛苦？你看耶稣带领门徒3年半就出来了，啊，他们就得胜了。但今天神透你经历这么多，就来解救那些失败的人，
为啥神透过保罗经历的律法的过程和经历恩典过程，就是要把人从律法里带出。如果他没经历律法的过程，他就不知道这个律法是咋回事，怎么去把从律法人带出来。你看门徒，他没经历律法，他们直接进了恩典里。所以说那个书信里从一章罗马书开始，保罗开始写，他是那罗马书，罗马教会它是个律法教会，就是宗教教会。因为保罗经历这事儿了，经历以后他醒悟了，他明白他神通知在启示让他看到这一点，他在哪来解开，来解开，把如何把从律法里带出来。如果你没有经历的，你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开这个问题。但现在啥时候蒙福的好呢？就现代人信的，他没经历律法的过程，也没那么大付代价。但是这有一点呢，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他计划，有他托付。啊，凡是有神的美意，感谢主。今天和咱们交通这里，亲爱的耶稣，感谢大美人的，感谢神啊！啊，今天你讲你的话，属天的话语来教训我们，因为我们这些年真的是不明白，啊，被魔鬼啊骗了这些年，完全活在自我的里面，自以为在荣耀神。靠着恩赐，在外在上抓律法，我们灵里不同，我们还以为我们在荣耀神，导致我们劳苦担重的。主啊，我们错了，我们向你悔改。主啊，今天你把这真理奥秘向我们显明揭开，我真的谢耶稣，这年我走了这些弯弯道了，姊妹也走这些冤命道路。人活得非常的痛苦和艰难，如果今天你开启啊带领，我们仍然活在魔鬼撒旦网络里。我们信明明信的耶稣，我们还享受呀咒诅的生活。哇，今天你真良，我们向我们显明了，神没有丢弃我们，神爱我们。末世代中，神你把属天的开启了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你，让我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这些年因为活在糊涂里边，心里有那么多的压抑和痛苦，心里有那么多的伤害，原来神在拯救我们。我不知道我们老几这么刚硬，神你透过这个不幸的丈夫、妻子和孩子来攻击杀害我们，让我们老几倒，让我们救人死。因为老几不死，不能走十字架道路。老几不死，我们不能经历夜与夜都同复活，我们不能到达天上，因为十字架是复活的大。因为神把十字架复活大能放在我们心里，天天制止我们老几，让我们天天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也谢耶稣讲的真理奥秘向我们讲。那可以说我是蒙古的爱心马上阿伯的肯泰爱心马上蒙古巴阿干，我看了很多姊妹弟兄，他脑袋上面有那种黑气出现。阿伯的因为捆绑这一年的黑，就是这种捆绑在大脑里，没有大脑给带来这种黑暗全身。马克的破案心心情像蒸腾一样在大脑中捆绑啊，他们都出去了。啊，不但天天安心，弄好安心，安心弄好干了毛，阿的宝呢？每个的皮带安皮带好干，我看天使正在拔这些东西。啊，不但天天安心，那给他宝，我给他心，心那心。啊，不但天，那给他宝安心。啊，许多人呢要经历倒空的过程。啊，不但天天安心，弄好安心，心嘛弄好的。这一年呢，魔鬼撒旦呢，在你生命中布上黑暗，我的堡垒和这啥巫术邪术。阿伯他可以透过律法师来劳动你。阿伯他肯泰安心西马森诺库巴阿盖泰安心西马森。阿伯他心西马库达巴，许多人会有排泄、呕吐、打嗝。阿伯他排气。阿伯他肯泰出汗。阿伯他心要把这些脏东西全给排出去。魔鬼撒旦呢，他透过这些要走出去。阿伯他肯那肯他欧萨安心马森。阿伯他肯那肯他马克。阿伯的肯泰肯泰阿克的保安心心心的森心马口的保安，我看阿马口的心马森那个许多啊，阿伯的摊子
马岱啊，他就马上就站起来了，啊，不再信，不再贪了，邻里的贪了，他也不再贪了，啊，不再肯那给他安心，这邻里贪就和神不通，那看他今天想打通这神经管道，和神会不关系。没给他我三，啊，给他啊，干的不也也信，啊，不开心吗？我看圣经的啊，如火如雨降临在我们心台，啊，不但肯坦来浇灌这干渴的心田，啊，不但肯坦安心，那苦报阿卡的报安心，心嘛够大安心嘛深，那开的报安心也信心嘛深，那给的报阿给的报安心也信嘛深，那个啊，谁说那个啊，很多姊妹啊，他们脑血管不通的啊，谁说今天完全要打通。啊，不再看太安心吧，我看有些姊妹的啊，就是后脑勺有黑啊，有黑东西。啊，不再看太看他，不看他安心，心心嘛深，心嘛深，高头不尔给他心吧，我也想控制大脑，透过黑暗，我看立即啊，没哭的安心嘛深，神的光临到了啊，这个后脑勺啊，这里完全打通了，里边亮堂。啊，不但看他一个破啊，看他把我看很多姊妹弟兄上面有网子在大脑中，啊，在控制他，这是关系网，家族人控制网，哎，我看他啊信心嘛，领导网，啊不但看他啊信，能够把啊信心嘛，长辈这个网，啊不但信嘛三，能够把啊看他把啊信，我看他把很不幸的妻子、不幸的丈夫这种狭窄的网，啊不但信还有网络的网。阿波带信嘛，瞬间妈圣灵宝剑断开，从你们头上脱落下来。阿波带看他开他欧三的开他欧干破的皮巴信，西马西马库他阿卡达破开他，阿波带看他西马库他，我看有些啊这个啊脊椎啊颈椎侧弯的哈，阿波带看他西马神说经常医治你们，阿波带看他开他阿卡达破阿信西马斯那卡达破阿信。里边都是有黑暗权势，我想把他拔出去，你会感到这个后背，这个啊，给感到又火辣辣的感觉，啊，非常通畅。我看他们那个脊椎瞬间这而且直溜下来。那看他安心吗？不得不安心，心嘛深，那看他不安心吧。哎，有很多姊妹弟兄啊，他有乳房肿块、血液增生啊。啊，不但看他一马护他，啊，心心嘛，这都是和神不同啊，生多年的气，里边苦毒仇恨，导致这些问题发生。啊，神今天把你的苦毒啊、仇恨、怨恨、恼怒啊，这个思维啊，这个鬼从你生命中拔出去。我看这些肿块立即消失了。俺那开始，五十年给他啊，生卡宝给他皮带，俺那给他。我看有些姊妹啊，啊，他这个啊就是有甲状腺结节啊。阿伯他看他，因为在人看来这是比较难症。阿伯他看他还信摩诃的，这都是多年积劳成疾，恨人。阿伯他看不饶人，马克的话语太毒辣，阿伯他伤人。阿伯他看他还信摩诃的吧，神说你们要悔改。啊，不带信信马克，包括他信马三，那个，我看我看许多人啊，这里边就是很多小馋物奔嘴里出去了。啊，不带看他信包括他信，这些结节瞬间消失了。啊，不带看他信包括他信信马三，那个许多人呕吐，当他呕吐时候，都里边吐都是小馋物。啊，在那开头三两毛人信马四的阿弥陀佛。阿波带信，诺克塔阿塞的阿萨莫库达，阿波带信信心嘛深，那克塔宝莫库，那克塔信嘛深诺库巴，我看许多啊淫乱的鬼，黑暗权势，阿波带信心嘛情的淫乱的污秽的人，居住在你的下体里，阿波带看猫克塔信心嘛，他们正在往里猫啊，阿波带脸汤塌不住了，我还生活在焚烧，阿波带什么瞬间呢化成灰烬，有的跑掉了。阿波带信心嘛，神那开他奥斯奥斯奥斯，神这里医治他们的下体。阿波带肯泰哎给他报阿信心嘛，神让我宣布啊宣布啊啊，在基督里，在生命的祝福里，马卡坦西许多人马子宫有肿瘤的，神说立即消失。
啊，不但看待恩信巴克，无论种派、种流或囊种，啊，全部消散。没看待安生看到保国的病，恩信巴克生，那看到吃不了皮肉病，我看来那看的都是一身污秽，大蛇附在身上。啊，不但信息嘛，都是野乱的命。啊，不但我生我的分尸啊，另外我看那个身上脱掉一层皮呀、啊。啊，不但看恩信巴克，那魔鬼滋哇乱叫啊。啊，不但信息。马克王现在都露出了新的皮肤，啊，不但看他人认为是牛皮癣，其实都是黑暗权势。啊，不但看那挨得过奥卡的保安系西西马森，啊，不但看那街头有痔疮的哈，啊，不但信西马，我看那啊，那都是盯着啥啊，黑猪啊，啊，就是是个猪啊，在那盯着。啊，不但信西马马克的啊，肚子还不小。啊，不但信西马克的阿马库的，往天使马克到这儿把他捆起来。啊，不但信息嘛，嘛有痔疮要得一治。啊，不但看待狗的，我说的包在信，信息嘛三，信莫看的包一点，啊，给的我三，没给的吧。啊，不但看待信包狗的，信嘛三，那看的包信息嘛三，看的包狗的皮尺，信嘛三的啊，等有的很多姊妹在死亡灵困扰之下。啊，不但信息嘛，经常寻短见。啊，不但多少从咒骨来的。啊，不但信息嘛三，家有短命的。啊，不担心，我今天奉献断开，无论怎么样，弟兄和他列宗，他们产生不尽的魂结，今天完全得释放得自由。啊，不担心西马三，那个保护在西马三，啊，为西马克等，把被莫尔三掌控的魂魄，啊，不担心西马克他阿西马完全归回来，啊，不担这样抑郁症完全得释放得自由。那开始奥三，那个在西马三，那个保护干。我看马开德西马金色的膏油从上面高门里弹，然后喜乐膏在高门里。啊，不得看他 AKC,AK 上奥高德西马森。啊，现在有些姊妹说感冒了阳了，是不是虚阳呢？啊，不得看他 AC 八三高德波尔西马森那给他按。啊，马开德西马谁让我宣告啊，北京的戴姊妹啊，今天你完全得一直得自由。啊，不你的感冒是虚假的。啊，不但看他给他啊，看他保安信息嘛，那个那个魔鬼攻击，让你救到救急倒塌。啊，不但可以进来黑暗。啊，不但看他安心，猫科的安心嘛，猫科的不是罪带来的。啊，不但信息猫科的安心信息嘛，是那个人老底衰微。啊，不但看他安心信息嘛，生那个的猫科的保安看他保安猫科的信嘛，我看着有响声有地震。啊，不但看他安心猫科的还有伸手你要被绳子拖马。啊，不但看到开他，我看他报阿信信嘛，后头安心嘛，我看徐文呐，嘛都唱了夜花，得胜，啊嘛唱新歌，赞美神。啊，不但看到一把后头把，甚至你今天来的平常没有方言的，甚至你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到说你新方言。啊，不但看到开他，奥索王圣，我身边每个孩子按手。啊，不但看到信心把想，整个心灵完全的释放得自由。啊，不但看到欧萨、安萨、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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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那开始欧萨、欧萨，我看了小四个灵歌，灵舞，曼萨、曼萨，哇萨啦啦啦，无人干的，嘎子咕噜那给吧，哇萨嘛，无人那开始，无人那给啊，萨啦啦，不吧，那给不人看，无人，没人搞什么事，无人干那给吧，没人干多少干事。没搞绝对没做的二级没给啥身体量充满你不如马口气干不认气吧看都不认气先谁要开进门新房呀身体生命有突破没给我的马给啥马搞我的没给啥没搞的天地卡苏不认没给卡地卡破吧没得人家给谁那给我啥没给啥我说啊不得听得给他妈卡的破一把心妈卡的破啊干我中天使为你们征战啊啊神的荣耀今天降到我们平台那给他把神从这今天释放你们啊不得听得给他我三个的门提别的神说今天来的平台有福祉啊不得听得给他把看主的灵在哪里就得自由了那给他我杀了什么克里斯蒂呢巴克斯没给我杀了啦！
马克的用火降在你们头上。没气色，我的亲牛哭出去吧，你们完全得释放得对哦。没气色，我的马克的今天让小杀了，阿巴的你要领受新年糕，没开的什么新酒新油。你气色，我的干，我的干气退散了。满屋的人干屁撒啦啦，哇起来了撒啦啦，什么够的？那看着心情，那屁撒！我看许多人里边还全是魔鬼啊，这个成堂的魔鬼全跑掉了，里边变空了。那可惜，那看着那些把心，那屁撒，哎，什么撒了？我他，那看着不来听，那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阿门。谢天父，谢圣，谢耶稣，阿门，走了。嗯，神同在。阿门，感谢神保护，借你的仆人保护，用一只保护，把你的宝贵话语，掰开了游说保护。我们现在正需要你的话保护，借你的仆人释放我们保护。感谢你保护，天天都有你的恩典，太感谢你了保护，感谢你。我们共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